那个地方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公园。渥太华其实是有很多公园的哈，就是很清香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会去最大的一个公园 Commission Park。然后好像是一分钟的介绍哈。现在我们在车上呢，今天时间多，我们每个人呢，尽情的介绍，可以把自己的有什么业余爱好啊，有什么兴趣爱好啊。做什么是要去参观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个会议的地址呢？那么它是一个临时的，它曾经呢是就是加拿大的火车站，之后呢也曾经作为就是说加拿大就是庆祝它100周年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游客的中心啊。那它中国中山走了以后，就越南人就进来了。魁北克省啊，格拉丁诺。对，格拉丁诺这个地方就是两边啦，就是魁北克省，它就是两边的界限嘛。没事。啥呀？你谁啊？你是谁呀？我知道他是谁。他是谁呀？1912 to 1966. After that, we used it as a conference space, and then now it's our Senate. 啊，非常就是有趣的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所在。So that's an overview on Parliament. Just a couple of rules before we enter the chamber. You guys can take as many pictures as you'd like. Just avoid taking pictures of security officers. Also, no videos or audio recordings.那么在我们进入我们会议室进入参观之前呢，给大家
在是最后一站，我们在休息。红婆婆领我们在跳舞。